不会抽一根有多尴尬。初次见面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初次见面请多指教。啊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以后我们就是一组了。来，出去抽一根啊！行啊，走，一起啊！啊，我不会。哦，行，那咱俩去吧。行，走。哎，大家第一次见面，气氛有点尴尬啊。以后就在一个组里了，不能一直这样。我是前辈，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。一会儿他们回来，我主动利落一下关系，破破冰，他俩应该就不会那么尴尬了。嗯，回来了，你还没讲个笑话啊？我也喜欢那个队，季后赛那场最后那个绝杀，哇，太牛了！那一场看的我呀，明晚比赛一起看呢。去我朋友开的烤串店，在朝阳路。那我去过那家，那家最好吃的就是菠萝肉串。虽然是刚才一起抽了一根，但我觉得我们已经是最好的哥们了。我也是。那定了啊，明晚一起去这儿看比赛，我介绍我朋友给你认识。妥，到时候一起抽一根，估计我俩也能是个好哥们。必须。嗯。哎，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，你是说你要讲个笑话吗？对，好像是说了，你讲吧，正好破破冰。从前有个人长得像风筝，走着走着就飞起来了。挺好笑吧？